你们会喜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Hello， 屏东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哇，屏东哎，哇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哦。能够来参加屏东音乐三大节，今天大家会有一点辛苦，因为呢不能够饮食，然后呢大家也要戴好口罩听我们来表演，但是呢还是要在这里很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都能够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则，然后也希望我今天带来每一首歌你们都能够喜欢，好吗？哎呦，等一下我问一下，你们吃饭了吗？不过感觉啊，感觉你们都很有力气。你看，这边有我那个高雄来的，对不对？哇，然后还有台南来的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太感。还有没有别地方来的？哪里？桃园？在哪里？桃园呐、啊，真的、啊，桃园来的。哇，好，希望今天带来的每一首歌你们都能喜欢。接着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呢，叫做《七情六欲》。蛋姐，你们都会唱吗？跟我一起来好吗？谢谢手借我。醉了吧，风景清醒更断肠，算了吧，反正有你更孤单，你不会知道遗忘有多难，给你的心不要你还，痛不要你尝，陪你走过一段七情六欲却都平常，爱你的苦不要
起来。哇，有跟着我一起唱吗？有跟着唱，请举手一下。哎，真的啊，你看起来很年轻哎，你会唱这个歌哦？真的假的？我不信，来，你清唱一次我听一看。给你的心不要你还。啊好啊好啊，你有搞啊？相信你会唱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好开心哦！这个我觉得歌手是这样子，他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如果台下的观众呢都会唱他的歌，然后跟着一起唱的话，这就是一种最大的成就感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在台上唱歌也是一个最棒的动力。不过接着下来我要唱的这个歌哦，这个歌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跟着我一块来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歌要跟有一点难，因为它有六遍歌词。这个歌呢，算是我们这个台湾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。那其实我自己也是翻唱，在唱这个歌之后，我才认识布袋戏。接着下来要带来这首歌曲，哈，哪一首？是我长得很像布袋戏阿妈吗？带来这首歌曲《苦海如行龙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I'm sorry.
再一次用满满的尖叫声给丽君。英姐好，我是小龟。天哪，我在后台也听得如痴如醉，如痴如醉，差点忘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忘了出哦，这样很危险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国语、台语，哦，拢就好听啦。哎呦，真的很感谢。好啊，下底都位。屏东的朋友很热情哦。不过今天真的很感动，可以来到屏东，因为其实我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来过屏东了。是。所以今天能来到屏东呢，心情很兴奋，然后也很开心。哇，距离上次到屏东演出可能有一阵子，对不对？蛮长的时间了。以后要常常来啦。对，然后今天我知道要来屏东，结果呢，我有很多的粉丝，他们也跑来。举个手看一下好不好？从台南的，从这个高雄的，从桃园的都有的。哇，还有从桃园来的。自己是刚刚是谁说从桃园？来来来，要不要跟大家挥挥手？你们在哪里？这里这里。桃园啊，哇塞！你知道我以为桃园的赶车已经回去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早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们很难得这个在屏东三大，尤其今天第一天经典日，对对，这么经典，一定要请易经姐来。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啊，真的能办这个活动很不容易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口罩戴好，没错。然后呢，让我们都遵守防疫规则，是能够让今天的活动能够很圆满、很顺利。没错，易经讲得很好，我要再次提醒大家，我们所有的朋友防疫帮我做主哦，包括这个实名制的小 QR code， 然后包括口罩帮我留意一下，有没有戴好？有没有戴好？来来来，鼻子不能露出来哦。好，然后记得帮我保持社交的距离，然后哎，你也戴口罩哎？有，易经姐，而且屏东的哦。好，我现在才发现哎。是，然后如果你有需要酒精的朋友，服务台有帮大家备好酒精，好不好？这个很贴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贴心哦。你今天来这里啊，感受一下屏东的热情啊。有没有去屏东哪里走一走？还没有呢，我唯一就是在屏东这个刚刚因为还没吃饭嘛，是，所以呢这个开车带我们来的这个司机大哥就说啊，你要吃饭吗？我说啊，哎，他炸来不蛮好哈，啊，不知道要吃啥，啊，就看到了一个炸弹葱油饼，哎呦，嘿，啊就吃了一点葱油饼而已。炸弹葱油饼，其他还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屏东的朋友请举手，有没有推荐的美食？有什么美食？有没有什么美食？骂完是不是？骂完哦，骂完要吃，然后骂完要吃，这个尾鱼季也要开始啦。要吃个尾鱼补充蛋白质 ，Omega， 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东港的尾鱼，然后重点是刚刚除了吃的之外，我知道易经姐其实也是美食主义者，我超爱的小吃，对尾鱼我就很爱，尾鱼很爱，非常爱，对，所以这个尾鱼季我还要再来一下，尤其快要到了，我们接下来下礼拜听说就有第一个尾鱼要开始竞标了，所以我们每年都很期待这个尾鱼季，易经到时候也可以来好好享用一下美食这样，然后呢，我告诉易经姐，这个屏东有很多很棒的景点。可以去走一走。最近有去哪里逛逛吗？嘿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县民公园有没有去过了？还有我们最美的美术馆，对不对？看看美术馆。美术馆哦，这个有时间一定要去。对，大部分这个我们来屏东的都是来吃东西，是。然后就吃完尾鱼之后，可能就往这个垦丁走，这样。没错。对对对，所以下一次要多花一点时间，把这个时间放在这个屏东市一点。对，而且屏东真的变得不一样哦，包括其实还有这个最美的图书馆总馆在屏东，这你走进去很像在森林里面的感觉啊，真的。对，有机会一定也可以去走走。哎，好，是不是？哎，各位有没有想要当向导的？有没有想当导游的？有没有？或是待会可以到易经姐的脸书去留个言啊，好啊，告诉我，推荐一下。对对，下次我来就找你。对，屏东的小吃，屏东的景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啊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会再回到现场。刚刚是广告时间，但最重要的是，都是讲无关紧要的事。不会，我们也是宣传屏东啊，对不对，易经姐？对对对对，是。而且我们今天现场除了这么多朋友来到现场感受之外，我们在 MTV 台还有包括很多的直播平台，也都有我们全台有网络的地方都看得到这。这次的音乐季，所以待会回到现场，双手借给我，来来来来来，尖叫声也要借给我，准备了。欢迎继续回到2022屏东三大日音乐节，尖叫声在哪里？再把舞台交给情歌传唱天后李易经。接着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呢，这首歌呢，我需要大家跟着我一块来完成。请问你们会唱《评剧》这首歌吗？这首歌是不是你们小学毕业的歌？也是我高中毕业的歌，也是我出道的第一首专辑的第一首歌。带来这首歌，等下麦克风给你们，你们大声跟我唱，可以吗？
OK， 我们一起来平聚，谢谢。手借我。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，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却已有个我，你们会唱吗？那边先来。来吗？唱的最大声的在哪里？哦，谢谢。这个歌每一次唱的时候呢，都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唱。谢谢你们跟着我一起来唱这首《平聚》。接着下来，我要带来这个歌，叫做《风中的承诺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哦，谢谢。
的伤痛，漫漫长路，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落？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？曾经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主办单位说，每一位歌手要唱六首歌，所以我本来只挑了五首歌。这首歌呢是今天后面特别加的，带来这首歌呢，希望你们大家都会喜欢。这个歌我比较少唱哦，但是呢，今天想把这个歌送给大家。也希望我下一次可以很快的再来屏东跟大家见面。带来这首歌《诺言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你每一首都很激动，你会唱是不是？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？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。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。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。时间的聚散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。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，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。从头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像挣脱围
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一个破碎的圆，破碎的美梦，流太有什么用？我很无奈，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。你我不能冲头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所左右。手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让爱走，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。不能冲头，不能停。